就想起他小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，那李珍呢就喜欢从那个大概四五岁的时候，很喜欢从那个高的那个五斗柜上面跳到床上，你知道那是最好玩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床是弹簧床嘛，跳下来就会到噔噔噔，很好玩。可是因为有点危险，所以我们就说绝对不可以跳，这样，因为呢，跳下来你可能弹出去的时候的角度不好，弹就撞到什么东西，然后又有什么什么尖的部分啊什么，就是不能跳。就规定说，如果你跳了，那我们一定要处罚你。他说好，懂了没有？懂。有一天，只有我跟他在家，我在那边写奖章，我走过房间的时候呢，我听到嘣的一声，我就回头过来一看。他坐在床上，他看到我，他就笑了。我就说：“你从上面跳下来吗？你从上面跳下来吗？”那我一问他，他吓一跳，他看我一眼，然后本能的反应就说：“没有。”现在有两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跳床，第二个什么说谎。那我就立刻进去坐下来，我就心想说：“这下子麻烦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李珍，跳床是不可以的，爸爸讲过了。”我就跟他小以大意。后来我就说：“你到底跳了没有？”他看我讲话越来越紧张，对不对？哈，他看着我，然后想一下说：“没有。”李珍，我们是信耶稣的，爸爸没有看见，但耶稣是看见的，所以你有没有跳，你要诚实说，这样才好。然后李珍就这样看着我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把那个被盖在身上说我没有跳。我后来把被翻开来，我就抱着他，我说这样，我说李珍，我说你知道爸爸非常爱你，我不让你跳是因为怕你受伤，就现在越弄越麻烦了，就是我不敢说你一定有跳，可是我的感觉是你有跳，可是越弄就越麻烦。我说我先告诉你，我就是不会处罚你。我撤回我当时说，如果跳了，我会处罚你。我说我不处罚你了，我先答应你，我不处罚你了。他看着我就想了半天，他就说我跳了，啪啪两个耳光，好小子，你当我小时候都没混过别，没混过江湖啊，我都没骗过爸爸妈妈。我问你，你会不会这样？不会吧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没这样做啊，我都可以想得这么深的人，我怎么会打他呢？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抱着他，我就哭了，我说跳了就好，跳了就好。其实那个是缩写，对不对？应该说你承认跳了就好了。其实上帝就是对我们这样，上帝跟我们说，你犯了罪，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解决的嘛，已经犯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不能解决嘛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跳了就好了嘛。我就放过我的孩子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儿子不知道我为什么哭，就我就抱着，我就一直哭，我哭他也哭了，他就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？问题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严重，上帝那个部分他是先赦免我们，就像我跟我儿子说一样，我跟我儿子说哈，我收回我那个要处罚你的那一个处罚的那个条，那个状态，就是说我赦免你，我当然没有这么复杂的语言，我就说、啊、爸爸完全爱你，完全接纳你，你跳了这次没有关系。当然后来我跟他说，你下次不要再跳了。你知道我就抱了我儿子，我就一直哭，那我儿子也哭。如果故事到现在就结束了，也不够、完美。你知道最完美的是什么吗？我儿子在之后的半个多小时他没有离开过我，他就一直拉着我的裤子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我好高兴哦，我好高兴哦。所以我很抱歉的告诉各位，我好想帮你的忙，可是我帮不上你的忙。我也很希望你们都来帮我，可是你也帮不上我的忙，那就是我得罪神的问题，只有我跟神能解决。